哇！我们进入山区了。那个这个叫外出的，这个来出的。这是来出的。来进去一下，来出这里就会比较干净一点点。好，谢谢。在外面试试啊。我以前小时候感觉这房子非常大了，现在来看了一点。哎，觉得很小。嗯。哦，这是来前庭。来。然后这个是中庭。好。然后后面那个是后院。哦哦。这个沙漏处就是三季。三季啦。三季。嗯，沙漏。全部坏掉了。嗯，还好啦，就 OK 了。哇。你看，我们再往前走，看一下人家那边的。那个房子哈，真正保护的非常好，闽南点睛在下面，要修缮，不修缮不行。好，你看没有？这个一个中顶，这个是凹楼，这里还有。可是那个屋顶就不见掉了。对，不，他没屋顶了。没。他本身就没屋顶了。哦。停。啊。OK。中庭啊。对，这后庭。后庭。哎，那前庭，那这后庭里面呢？以前是没种这个东西的，都是那个鹅卵石的。啊！小时候我就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出生了。啊！现在都没了，全部拜倒光倒光。这个是，所以这个三楼是不是啊？水路、中路、后路、水顶、后顶、水顶、中顶、后顶。顶是地上哈？顶就是开阔的，没有盖房子的顶。亭啊，亭啊。看得到太阳的叫顶哦，中间也是看得到太阳啊。对，然后从这里到那边一直到最后一间，总共是158间呢。我小时候在这里捉迷藏都可以知道，一百五十八间里面住了多少人呢？住了几十户人家。当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搬走好多了，没搬走的还好。不好住嘛是吧？啊，很破漏了。人太多了。啊。太杂了，人多吗？口角多吗？对不对？厕所一大排，他们那一排什么厕所？哈，他们都是算是也是亲戚吗？都是同一宗族的，同个宗族的下来的吗？现在我们刚才看的那个街哈，整条街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同宗族的。哦，我们是最先的，然后再上去了。刚才老叔叔在那里喝茶那个呢，就是。我们是，你说讲个爸爸的，再往前走，我们是两兄弟，以后再往前走还有七个啊，对，七个，我们是老四里面生两个，就是我太爷爷跟我的太爷，跟你爷爷，啊，我的爷爷兄弟嘛，对，那两兄弟，然后再往前走的话又有八个，哦，那个就不知道了，那个就19世啊，18世哈，19世是七个啊，七个啊，是老四，老四又生两个，哦，老四生两个，两个，我太爷爷是老大。对，你的爷爷是老二啊，对，我的阿妈每次他们叫他几斤几斤，没大，我的妈妈叫他几斤，最伯爵的那个另外也是在马来西亚，好多了好多了，多得不得了，那不知道就算了，反正我们是最前的了，再往前走的话那就很多了，他是24 24。然后我爷爷下来，我太爷下来又生我爷爷一个了，那我爷爷下来又生五个了，对，五个下来就是我们的了，对，就是这样的嘛，你的爷爷生，我们去看一下他那个修缮好了，看一下，哦，那间哈，啊，对，他那个家族比我们小，他们修缮比较容易，啊，对，我记得，什么意思啊？修缮 repair， 修缮 upkeep， maintenance。Maintenance， 哦，小心。也不是别人，他也是我们十九代也是同一起的，也有问题。这里小心。然后这里有一个牌啊，叫这闽南的民居啊，他不能拆它的。哦，啊，是无大人哈。哎，无大人，他搞得很好。我们去看一下他那里，我们以前比他这里还雄壮，现在都破败了。哦。我小时候有看到中国寄来的照片，可能就是你们的。对，全部都是倒掉了。有看过照片，黑白的照片。我问以前哦，这里左这边还很远才到河边呢，现在都已经万丈了。你看嘛，它这里连路都修下来。他们呢，几
兄弟是当官的，然后他那个蓝娘出钱，他们就出那个就把这个东西保护起来，他的老房子保护起来。他是跟我们是十六世是开始分的，十六世下来十七世，十七世又生五个，五个以后我们是老二，他们是老五，就建了这个。反正也是自己人的，也没离多远了。对了，你看一下人家这个，他就修缮的很好。嗯，他现在没有人住了吗？没人住，他修缮起来了，修缮起来他都不会倒。他保存了哈。我们那边都没人修缮，全部倒了。他已经做那个用水泥嘛？也是铺过来的。啊？这个水泥这个走道也是铺过来的。嗯。这不能进了哈。能进。能进了。我是泉州电视台的我是泉州电视台导游今天特地来那个永春县前那个东关镇，这全部都那个什么东西都完了、这个以前很好走，走不进。哇，这个瓢都长满了，走不进。小心小心，很滑，很滑啊，注意啊，见识见识啊，它那个河都是水，不过这个不是河啊，这个是也是他们有搞，以前我过年的时候来他这里非常好，进来进来这个可以走吗？是什么来的水啊？水，不能走。水吗？确实，是哦，是水哦。他这些哦，以前也是给人家偷走啊。以前是画的那个哦，都是木头的，现在给人家扒光了，都用水泥啊，哦。这是他正门吗？这个正门，要不然侧门看看。小心啊！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玩哦。你小时候这里还有住人吗？有，都在这里住。也是有住人啊。都在这里住。我们到97年、98年才搬走的。97、98。哎，97、98就搬走了20年了。哦。小时候都在这里长大。这样，哪一间是我阿公住的？我阿公住的在上面了。啊？上面。等一下我回去的时候我给你指定过来啦，这个卫生间厕所呢，这储物间呢，魔兽啊，对呀、那个铁线搞的那个东西勾一下它才可以进得去了。哦，看不到里面了，不要紧，这个还有人家住呢。没有人住的，他这个也是保护的，没有人住的，进不去。里面他这个还做才是比较保护的，比较干净。走一千。哎呀，以前很那个了，干净很漂亮。这后面还有很高的那个木兰花树，什么东西？哇，后面那些。对。不是啊，都破败了。白白的可能。破败了，这个姓曾的，你看姓曾这个也保持的不错。这些啊。曾姓。这整个哦，姓曾，詹啊，詹啊，詹啊，詹出，詹出哈，这边姓陈，这边姓陈，都姓陈，但是我们这边姓陈，你看都埋保护好，从这里顶出、A 出、中出到三楼出，这个叫引江出，全部都是这样、那边姓陈的啦，全部搬走了嘛，都没有去，他这个有弄了一个省级保护工，保护文物嘛。应该是进不去。哎，你看它这里院子。这个可以看得到。不能下。可以了，这边踏下去。没有，我不能下。你下，你下。看这里面有那个。我扶你，你是下去。自查了什么东西？你踏这个。也是前后，那个、他们两进，我们三进。踏下去先。他比我们当时小一点点。啊，这个是。
也是姓邻居，对，他们是十七代，我们是共同祖先。哦，十七代共同祖先啊。对对对对对，只有这个是姓曾的，其他都是姓陈的，但是姓曾。那个银年也是做什么的？对，你看没有，它里面呢，浏览机、煮茶、煮茶的东西都在那里面。十七代了，哦。十六还是十七的时候，跟那个那边的兄弟的啦。对，这拆开的。十六代是共同的，十七代拆开的。你从那边跟着走。十六，我们二十三，七代了嘞。他这个已经申请了那个县文物保护了，哦，拆他了。他的后代都在这里吧？都在这里，他们就是这个房子是什么呢？他申请的是他们这边的人当官的去申请，那另外一个他当年那些人拿钱过来把这个东西修缮起来，没人敢动他。我操！我以前小时候经常来哦，这里以前很漂亮，整条都是，后面全部都是树。我们以前住在那里嘛，嗯嗯嗯，捉迷藏啊，玩东西啊，小时候经常，现在都不像样了。来，走了，你。包括这个水泥路也是以前那，以前就这么宽。哎，哥，哥，哥。哎，拉阿皮啊！你去了吧？